好了。OK， 好。OK， 接下来我讲的是到底什么大的国家本来是赢了，本来是有机会的，却被淘汰。比如你来讲意大利，今天没有。OK。OK， 好，来这有几个注意啊。第一个呢是国家少过50万的，你看到吗？我们整个车拉车啊，就50万的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个国家呢少过50万，可是它竟然能够进到世界杯，就是什么国家？冰岛 （Iceland）。OK， 是在这32国家里面最小的国家，就是冰岛，全部是冰的。OK， 他们常年都是 OK Iceland 冷冷的国家。好。能夺冠的冰岛是最少的国家。OK， 冰岛。就不用记了，这个懂就可以了。啊，就是要记这个记，这个记。首次晋级的，就是呢 ，first appearance， 就是在这个世界杯呢，第一次出场的国家有冰岛跟巴拿马。OK， 冰岛。OK， 跟巴拿马。不是巴拿马，巴拿马，不是巴拿马。OK， 好，这两个要记，就是第一次出场了，就要成他之前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，就是冰岛跟巴拿马，好，你们再写下来，巴拿马和 Iceland。OK， 这个讲的是乌拉圭呢，已经到9围多赢的晋级。木啊，不是吗？我错，木木啊，不是他。OK， 好，下一个啊，接下来这两个呢就很容易输了。OK， 这那两个首次晋级的队伍。好，这次我跟你问，这次呢是本届亚洲有50队伍。OK， 就是伊朗、日本、韩国、沙特阿拉伯、澳洲。OK， 五个，以前都是4个罢了啊，以前。好，现在我讲的这几个呢，是不是？这几个呢是很强的，可是竟然意外没有进到了世界杯旁侧，却未能晋级。第一个呢是荷兰，荷兰强了。什么呀？把那个巴拿马。巴西没有进。巴西没有进的话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意大利，第二个意大利 ，Netherlands， 荷兰，因为在那个入选赛啊很差 ，OK， 啊，所以呢打第三名而无法晋级。意大利呢更好笑，他是四次世界杯冠的得主啊 ，OK 啊，所以呢在附加赛输给瑞典，所以呢是1980年呢首次无法晋级决赛圈。对对，记两个字。好，这个智利也不用记了。好，美国也没有进 ，OK， 所以呢少美国呢就有点不好看了，没有美国啊。所以比如说中国、美国这些大国都没有进啊。好，美国呢本来是有机会进的，可是呢在最后一圈呢就输给一个小国家 ，OK 就输了。好，中国没有进。中国没有了，中国好在亚洲里面呢不算强了。好，所以呢接下来荷兰、意大利跟美国都没有。当然还有这些啦，巴拉圭、智利，好，在非洲国家呢这三个是很强的，可是都没有。格麦隆、科特迪瓦和加纳。OK， 好，你们只记住荷兰、意大利跟美国在这次呢是没有进到世界杯。OK， 很 sad。OK， 但现在能支持意大利的就没有看了。好，我 OK， 好来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我 OK， 好吗？OK， 好，比赛的场地呢，不需要走了。好，在俄罗斯的这个几个地方吗？好，开幕典礼呢，我们看一下懂没有开幕典礼。好，有一共八组啊。OK， 八组呢，你们东西背了没有？八组 A B C D E F G， 有没有 H？OK，G 啊 ，H 是那个 H。OK， 有八组。OK， 决赛呢是在哪里？哪里？啊，决赛呢是7月15日。我要看。一定要看啊！我今年。今年那什么意思？今年。啊，在7月15号啊，决赛。OK， 记得看啊，7月15号有没有放假？不知道。OK 啊。没有放假。
啊，梦十一集了，通常是在周末的，因为要让那人看的话在周末的。OK， 在莫斯科 ，Moscow。OK， 在莫斯科 ，Moscow。OK， 决赛七月十五号。哦，谢谢观看了。OK， 好，你们可以看到吗？它的票价很贵的嘛，决赛$1,100呢，很贵啊，城市啊，$4,400。坐到那个主看台，就是那个最前面的一个人啊。普通的是700块俄罗斯卢币了 ，OK， 后面的了 ，OK， 在角落是这样贵，虽然很贵了，但是得 OK 啊，以后有钱去看 ，OK， 这个是转播权 ，OK， 转播的，白色没有放进去 ，OK， 啊，没有了了，好，还有什么要懂的？就是好，马来西亚到底在世界里面的排第几？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在场面，刚子。好，马来西亚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排名。OK， 你们猜一下马来西亚排第几名？52名。OK。好，我们看啊，第一名是德国，现在世界排名德国、巴西、比利时、葡萄牙、阿根廷、瑞士、法国、西班牙、智利、波兰。OK，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有进了，除了这个智利、波兰没有进吧？好，有没有啊？1到5组的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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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没有？6名吧，韩国61名 ，OK， 啊，两中间的太不幸，啊，马来西亚有没有？马来西亚看看啊，中国73名 ，OK， 排呢？那200多，我下次200多。哎，来，马来西亚快点出来，200多，没有，哎呀 ，OK， 来，我们再去看100到156有没有？马来西亚出来啊，快点，没有，对，啊，台湾 ，OK， 台湾台北121名。好，马来西亚可以不要，因为马来西亚，好像在关一个，在火上爆发那个啊，都141名规定嘛。香港144名 ，Where is my country？ 200多。OK， 没有。马来西亚，哎呦，太令人失望了，来，我们继续看。我看最后一名。好。OK。算是一班里面的最后那部分了，起码好过新加坡 ，OK， 接下来141名，是我安慰，是吧？是我安慰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新加坡，你们马来西亚里面是怎样看的？不一定。啊，马来西亚呢，这个是他这几年的那个，排位，那个 ranking。家里有那个我们那个女的是好，女的80名，好，男的我们看男的，好，这个是好，马来西亚以前的啊，北京，我们马来西亚曾经骄傲过了，看欧拉伯拉嘛 ，OK， 他见你啊，23年前我们是80名了，我们就慢慢的 OK。越跌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这边最需要明天我们可以回到80名，然后进入 World Cup。啊，我们在换政府了吗？所以政府呢是新的政府呢，会啊，因为以前马来西亚的足球还是贪污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希望现在啊不要太过有那种腐败的现象呢，就会把我们马来西亚足球给追回来了。有，我选什么？啊，女孩子呢比较好一点的 ，OK， 女孩子80。OK， 啊，80，啊，证明女孩子好过男孩子，我们很孩子男孩子 OK， 啊，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大概讲完了整个足球。你们都讲了女孩子，你们还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到底到多少名？好，201到211是基本上是尾包。OK， 啊，这一名是这个通过。错吗？那零分 OK， 零掉吗？好，是零分 OK 啊。所以这些是应该是本。
谢飞的一些历史跟埋下土地历史讲完了。OK， 还有10分钟，我们抓紧。